好，那今天很高兴，今天包括民进党也从善如流了。我一直讲，我认识的柯总章是一个有改革色彩的。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头发还很多的时候，你不要讲，请拜托不要提头发，谢谢。我想大家看起来喜气洋洋，这定是个好消息吗？恭喜啊！明年大家很辛苦，我们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大家都觉得24年来，我们民意代表的基层的所有的福利薪资待遇都没有调整。特别对村里长，这个长太厉害了。乡镇市民代表有的时候他们说，哎，那为什么我们没有，好像感觉跟长有差别啊？这个当官呢、啊、不带长啊，那个放屁啊都不响，这个长就太厉害了。为什么呢？长比员厉害，立法委员、议员、县议员是员的，乡镇长、村里长、县市长。部长这个长，你就要负责到底。所以我们感谢村里长，明年大家有一个年终奖金，虽然不多，也是代表全立法院，也反映全国最新的民意。黄主委，深呼吸，勇敢。黄主秘，勇敢讲出来，请你再说明。是这样，就是。柯总长，这样可以的，爷爷，请 NCC 请黄主秘来，没不用客气，是这样，请直接讲。通常会啊，就我们其实我们每个月啊，我们的三个基数啊，因为200多个人啊，我们每一个月啊，其实我们大概有十几批人啊，其实过去在场的所有的这个我们进行通路。这武大郎放风筝呐、啊，你光让我们看风筝，那个手在哪里？你到底答案是什么？我还是听不太懂。要改故意好了，这个手在谁身上？在武大郎身上。你到底结论是什么？请表达意见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